请贵人交给他。但是平常咧讲的跳舞片啊，哎，这东西也是本土台湾特有的这种舞蹈艺术的表演。咱来看这前面的组合的猜想，三个话就是由着咱的曾林吼，我们社区的居民一起来投入来演这个跳舞片吼。但是虽然是社区来表演，但不过吼，看伊的计时就知影，这分钟过一下，这段时间来分辨。无这种卡手吼，诶，台湾好朋友，来鼓声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观众朋友们，咱来看到精彩素材，咱就爱用花声来鼓励，安尼听听，吼，咱用花声拍鼓，花声花声拍水，让大家会当做伙赚钱打发水，安尼好不好？Thank you.
话哈，不只是一代人、两代人、三代人共同一起堆叠起来的文化记忆，所以讲这是一个非常难得，伊咧给地文化保存的东西，同时他们透过一代、两代、三代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去形塑成一种无形的文化力量。哦，这是上盖顶级、上盖重要。因为咱小等下六点以后，咱会准备来上春图，啊，就来互相啊，进来来支持。等下回来了后，咱就要来上春图啊吼。你讲蛮多机会啊，啊，趁时阵吼，有炸趁炸。六点后就摸不到春牛神了，所以如果想要摸春牛的好朋友，现在赶快来排队。六点后春牛神就要去游进了。绝对没有冷场哈，他们在阵头两个组合在变化的时候，突然转头那头刚刚就是一体东西衔接的起来，哦，那是非常紧锣密鼓的连接。你看他们都下腰了哎，第二步就是准备在 Q 这个。OK， 这两花篮科林的相对优了，好，所以他们应该都是变很久。来，为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？我开门去了耶。Thank you.
你最大的别告诉你了，他打算揍你，他要不揍你我打算揍你。咱的英雄队伍吼，咱的吉普车车队会对这个服务台边啊，来进入到咱的后台，进入到咱后台。咱中心时段吼，大家要配合一个注意安全，伫服务台边啊车，要出示条红灯，拜托大家要出示条红灯。感谢你的配合，谢谢。
也怕。